主料，泡沫300克，辅料，面包糖，面粉，鸡蛋一个，芥末，沙拉酱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备好青豆、玉米粒、胡萝卜及口沫，热锅烧水，将玉米青豆粒下锅焯熟，备面包糖、面粉及一个鸡蛋，刚洗净的口沫沾上一层面粉，再将口沫先沾上一层蛋液，再沾上一层面包汤，热锅加油，油温热转小火，下沾好面包汤的口沫，先小火炸至内熟，再转大火炸至金黄，将焯熟的玉米青豆及胡萝卜沥沥水铺在盘底，将炸好的口沫出锅沥油备用，将沙拉酱配上芥末调成沙拉酱，挤在炸好的口蘑上即可，一道全新感觉的金菇沙拉完成。烹饪技巧：油炸口蘑时，要先小火炸透，再转大火炸黄，不要一开始就大火炸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